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6月2号，那个台北站台北站20:01，出发热是448次。九号东西上台东的泰鲁克这样，开启车门。448次九号东西上台东泰鲁克这样。在台北站停靠哦，那下面干嘛都没，都就我们那地方没有，刚好试验测试，那大家5分才开，我刚刚直接来见吧吧。48次中华东阳来，然后他有个这样，刚刚直接来见。